盖过了，还没下哦。不想吃，吃不到啊！哈基又差一点，哈基又差一点。啊！崩溃了，崩溃了，崩溃了。那真的很哀伤哎、欸。不是你差很远就算了，差那个一点点就很烦。这许可贴，我有过头了。许可贴，许可贴。哇！嗨！啊！嗨！我都要破绿圈了，白痴！啊！上面那是刺猬，你好。上面那是刺猬，嗨！嗨！哎呦，看下去。我看到前面有个绿圈的，可是我吃不到怎么办啊？我有没有办法弹过去再弹回来呢？我觉得我是没办法，我决定我要在这里啊。爬墙会比较知道了，快到点了。你的弹不好过，那个不要弹那个最后那个，你就直接滑过来就好了。弹那个反而很难，很难过，很难过。小雨在干嘛？难过。我看到了，我也知道到上面了，吃不到。毕业了，毕业了，我毕业了。哎、欸，那个纸球在那个位置也太过分了吧？超过分！啊，像你弹到纸球之后再弹回来，这该不会有电竞比赛吧？真的耶，这应该有 speedrun 吧？我也觉得应该有 speedrun 啊。这个是谁啊？海盗帽。海盗帽没有吃到第二个绿圈，我放弃了。我等你们。我也已经到了，我也放弃了，我也是没吃到最后一个绿圈。所以今天没有吃过刀了，没有吃到最后一个绿圈，所以我们可以一直动。你看他们都不能动。对啊，笑他们，哈哈哈哈哈哈，不能动。你看，我们可以在这里弹。撞泥，撞泥。哈哈，我们可以按下一个挑战，哈哈哈。哈哈，你不行，哈哈。为什么要互相？哈哈，我们按上一个挑战喽。对，这次可以，我吃到了。好，可以了，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上一个挑战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哎，没吃到绿圈。啊，第二个可以再动的。放弃，放弃。篮球，这到底在上面？关啦！快结束，快结束。33，快了，这32了。金球嘞，金球嘞、啊！后面这么难过，这么痛苦、啊。金球最上面，后面。哎哎哎哎哎！哎我要回到上面这个位置要怎么过去？啊！被弹回来了。没有没有，到最上面这边上面，等下你们斜坡滑上去之后看一下。箭头后面。对。会有一堆箭头。哎，我吃到了！哎、欸，很好吃，好吃，超好吃。吃到。哎呦，在哪里啊？你们先上来，继续上来，我们有两颗球在等你们。哦、oh, ，好，一个网子的，一个网子的球跟一个铁球，对。你们继续走，你们还没，下一个坡往上冲。哎、欸，对，音乐有没有看到？哦，看到了。可是这个位置没有，他后面有个平台，他后面有个平台。哎、欸，回头，好，回头，那个回头，那个刚冲绿圈的是谁？刚冲绿圈的是谁？我在这里。哦、oh, ，我看到了。我看到了。好，那我不去理，我们走了。好，走。一颗，哎，这颗是佛的。哦啊！哇，我吃到了。又回到最初的起点。我有拿到嘞，我有拿到。拿到之后从来都不会重新那个、欸。篮球不会吗？篮球会吧？啊、篮球会，篮球会啊，金球才不会、啊。可是我就是从来之后现在没有篮球了、啊。哎、欸，好、欸啊，开始的地方呢？好神秘哦！啊、这是开始地方，我现在没有那个篮球了、啊，所以是只要在时间内吃到之后就可以。可是刚刚那个纸球有哎、欸哦，对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那是分等级啊，难易度不懂。可是我现在看到篮球又有啦、啊，篮球是个人看到的、啊。我刚刚吃到了，可是现在就是没篮球了。哇，嗯，没机会了。篮球三人之后再来，不要拿。剩最后一关，我是有吃到，然后过了，然后。哦、oh, ，那这样就有啦，你有过了就有啦，你有过啊？可是按 R 不是会就那次就不算吗？没有，你那个蓝色的过就有，哎、欸，哦，是吗？嗯，对，你要过完一整圈有吃到蓝色的，对，哦，我也不见了，我重跑，黄只有到终点之后，然后再去按的话，你要终点你再重跑没关系，因为你已经跑完一圈了。
你看到黄的在哪里啊？那个箭头的往后看。哦，所以刚刚你一个人脑冲就是你哦。一个人脑冲。我刚说回来回来回来，就看那个黑色的球子往前冲，直接冲出去。他知道了、啊，你也知道了。不是，我说篮球吃到的时候要先过那个。哦。那就是他会有第一个弯的斜坡，第二个弯的斜坡的时候，你停下来回头看。嗯，往上的往上弯的那个斜坡，第二个的时候，嗯，冲到二楼。嗯，第二个冲到二楼，那个你回头看一下就看到他了。哎、欸，我在干嘛？我看到你在干嘛了？哇，我在干嘛？哎呦，酸的！又回来了。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千万不要看着前面的那个人走。前面的人出事，你要跟着。哎、欸，我直接爬上来。哎，回头，你说那边回头看是不是？有没有跳一下？你会看那个左右边的平台上面会有一个。没有，他记我的带影上去上去。回头，回头，回头，上面这边。上面这边。那边有个平台，然后你不要跳出去就好。啊，下面是。他在这边。他就在平台上面而已。他在平台那个上来之后的后面。对，他藏在后面。对啊，你吃掉了吗？因为他在这边而已啊。还是重新开始，他吃掉了。应该可能是你吃掉了吧，因为就在那边而已。哦，聊天室说我吃，我吃哦，对不起，我吃。哎呦。都吃到就可以走啦。下一关。卖萌。卖萌。最后一关。那是最后一关了。最后一关了，最后一关。啊！我怎么拿摇杆啊？白痴哦。金球在哪里？哎，金球，我看到了。哎，金球，墙壁上。爬墙，这爬墙比较容易。爬喽，爬喽，爬喽、欸。我冲两段就到了。等一下，知道了。是金球。我吃到紫球了。等一下啊，掉下去了。我、哦、白痴哦。对，吃到了。啊，掉下去。啊，紫球差一咪咪，可恶。啊。啊过头了，紫球过头了啊！可恶，又重来了。这边哦，哦，对，一样在上面。人家起点画面看一堆球在垂直往上爬，大家都想吃那一颗球，对吧？呀，打去啊！哎，吃到了，接下来就稳稳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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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稳。哦，金球，白痴哦！最后一个有点难，最后平台有点难。我不要，我要问过，我问过，我问过，我问过。我刚刚怎么跳上去的、啊？我完全不知道怎么按的。紫球，哎呦，我到了，我到了，到了耶！我紫球，耶，到了。然后我要尝试拿紫球。我拿到了。紫球，你稳稳稳稳一点。我要最快死掉。哦，秀。啊！鱼啊！鱼啊！鱼啊 ！No！ 鱼你最后会掉、哦，不够力。我为什么那么生气的撞墙壁啦？我明明加速了。啊！撞到又往回弹了。我的紫球，球再来一次啦！这次的紫球算好拿的，还会爬墙就好了。嗯。来喽！来喽！来喽！哦，过头了，来喽，团团喽！啊！你又回去了，拉回来，你要拉回来，没事，团团有了有了，来了！哈哈哈哈哈！真好笑，怎么那么难啊？我爬不上去了，我不会爬墙了，吓死我了！哦，过了，紫球也拿到了，哦，放弃，累了，好累，有放弃了吗？哦，过了，看其他人。好，等你们。好，有人上来了。哦，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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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我手湿了，我滑鼠都湿了。我已经手湿很久了啊！照理说应该已经要没关了，对不对？照理说，对他已经没有下一关了。照理啊，那就没了哇！他们按下一关的那个按钮，居然玩完了，终于啊，终于啊。啊，可以出去开箱子了！开箱，开箱时间啦！开箱时间，我拿到紫球了，我21颗球，我19颗。哦，感觉会太拖时间，不知道几颗哎、欸。
我要把你要死。最后了，最后最后，繁星来了，繁星来了，冲啊！哇，繁星还有金色的，好快哦，好强哦！什么金色的？这是倒数时间啊！等一下，我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，你快到了，你快到了，你到了，你到了。哦，金星星啊！我已经在开了，我也在开了。我也要来开箱。在哪？开箱。哦。战利品球它会自动帮你补充进来啊。对啊。对啊，它会在左边。23。27。我总共20个。我刚刚拿19个而已。都怪在我们拿遥感。34哎，34个，好多哦。好多。岩石稀有质地一模组，什么东西？开开。好多，开一次开50箱啊！哦，白痴哦！我的类比震动一下敲到我的脚。开，不类比也要干啊！再开，猫耳朵，哦，这好帅哦！开到那个三角形的那个教会的话，它会有特殊的声音呢。它有一个是有声音的选项，可是我不知道那个到底是怎样。哇，这好中二！我刚好开到有另外，我有开到两个。圣诞帽好可爱哦！开！哇，我拿到剑龙的帽子！哦，太多眼镜了吧？不要再开眼镜！哦，这个球，哎，好恶心啊！这个球，再来！传说级终极，哎，哎呦，赞哦！我拿到猪鼻子，再开什么？哎呦，火焰怎么都重复的啊？史诗弹球，好，我要来看一下。哇，这好帅！灯树枝，哎，酷哦！开弹球，仙女棒，普通弹球。我拿到普通弹球。哦，又是眼罩，专门卖眼罩的。电子舞曲。医生眼罩，眼镜才对。哦，哦，开什么？哦，庞克。这橡皮球也太好笑了吧！它是那种，就是你平常要把它丢在墙壁上会粘住的那种，一个一个开的。太好笑了吧！庞克头。这开最后一个金色。哦，这是啥？哎呦，空气管。最后一颗。最后一颗。开。哎呀，重复的。冰哦，冰哇，巫师帽，还有笑声呢，哇，特殊史诗。哦，好帅哦。灯，漂亮。花，还有什么？我觉得这个有帅到。这个哇，我有引擎呢，特色球，还有鸟巢。哦，其实看起来太有，太滑顺了吧。哇，银河的很帅，喜欢银河的。哇，好多球哦，哇，好多都是球哎。猫王的头哎。好了。眼镜。哇，这个是什么？我们拿一个。篮球。变异，它这个是不是圆形？它是高领。你是说一个倒三角锥的那个东西吗？暴风雪。嗯。哇，传说级 MVP 音乐。你是老派吗？那个音乐是老派吗？好像朋克，好像是老派，好像老派。我的是老派。哦，日本真，嗯，有一个音乐。哇，拿到传说级弹球，好爽。哎，它重复的会换成硬币吗？就碎片呐，它会变碎片，你就可以去解锁你要的。对，你可以自己解锁你要的东西。模组，猪鼻子超可爱的。你有猪鼻子或牛鼻子 ？KID。那有凤梨耶！啊，有白色战利品。可是那个是要买的。普通弹球，好多哦！还有一堆东西。哇，史诗闪现者，糖果色。啊，开完了吗？还有蝙蝠哦，哦，蝙蝠好像还不错哎。哦。解锁，解锁，我要解锁它。看一下，在连线场中。使用你说这个吗、欸？有一些是要完成特定动作才能解锁哎、欸。对啊，就很麻烦。哇哦，好帅哦！哦，传说的这很恶心，不要这样。哇哦，好想要那个毛毛的那个球、哦，看起来好可爱哦。哦，这个是特殊的，150哦。对啊，毛毛的球我好像有，可爱。
它还有短毛跟长毛、欸、嗯，它不一样的毛，尖尖的毛，很可爱耶。还有乱糟糟的毛，嗯，好可爱的。它还有材质哎、欸，有啊有啊，好酷哦，材质好酷，真的，哇，那个球的材质倒数那个啊。紫色第一个是里面关仓鼠哦，嗯，紫色第一个哦，不是紫那个就球的红色第一个，哦，对啊，那是仓鼠，仓鼠 DLC 的可以吗？哇，就跟那个那些动物一起的，嗯哼，那、啊、怎么没有用？我最后没有用啊，最后玩就是用那个仓鼠，哦，刺猬啊，好，所以这个要换透明的看出来。嗯，啊，今天就差不多到这啦，差不多啦，休息啦，对啊，这个游戏还行啊，九九一次还可以啦，九九一次，可是要等它之后更新，对啊，的东西玩，真的，那就这样啦，下次见啦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好啦，拜拜。好啦，大家拜拜啦，这关我也觉得有点。难操控啊！我知道后面，因为一开始他们有新手教学，可是啊，他们说推荐是类比摇杆，那个用摇杆玩，可是玩到后面就觉得，哦了，摇杆怎么那么难用啊？因为啊，一直在滑方向滑不到，就滑鼠一滑的话，发现哦干，怎么那么好滑？对啊，啊，知道今天这个大家也很晕啊。那等一下就是直接关台，应该也不会再开台了。我等一下要睡觉了，今天好累哦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，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，那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带你们去看谁咧？